本期讲解一个通过视频号推广动漫内容蓝海项目，适合新手操作的一个项目，月入四位数。最近大火的微信视频号分成计划，简单来说跟专属视频是差不多的，播放量越高收益越高啊。我们做的就是这一个动漫啊，动漫内容课程包括项目介绍、前期准备、实操过程、编研方式都有详细的讲解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四节视频课程讲得非常清晰，尤其这个实操500多兆啊，讲得非常清晰，从零到一，从入门到精通啊。项目介绍、项目需要的资料也有，对标账号啊，同行如何操作的也有详细的讲解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这一个啊视频号推广动漫内容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